好，来看到这是云林麦寮拱范宫，有六尊的开山妈祖，还有百年神教北上绕境，沿途呢大家都抢着要来愣给卡，希望妈祖能够保佑平安。一大早，桃园中正艺文特区万头钻洞，大家等着要愣给卡。双膝跪地，从妈祖神轿下钻过，希望妈祖保佑阖家平安。来自云林麦寮拱范宫的百年神轿第一次巡幸桃园，虔诚信众双手合十，妈祖信仰的魅力可见一斑。不管时代如何的变哈，信仰妈祖的心永远都不变。啊，像妈祖保慈悲的精神，希望咱江万江透过这次328年。将来唔捌出门的，咱来开山妈祖来到桃园这个所在，啊来文经，受到咱大桃园这个所在，真侪善男信女的欢迎。已经是国定古迹的拱范宫，开山妈祖北上桃园，和龙德宫的四妈一起在桃园绕境，沿途阵头表演炒热气氛。乐仪队里最吸睛的就是这位小小操枪手。7岁，但架势十足，站在第一排一点都不怯场，也成为绕境活动另一个瞩目焦点。中央新闻桃园综合报道。